我明天上班的时候，这个方案就要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，好吧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一起加油啊！哎，你那工作啊，你就给辞了吧啊！咱家不缺你这点钱。这是我让律师起草的离婚协议书，看看吧。你别吓唬我啊！我没吓唬你，我下决心了，这个婚。我一定离。不是，至于吗？咱们俩至于到离婚的这份上吗？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当然了，咱们俩孩子才8岁，是我每天我在外边工作，我很少回家，但是你不会认为我在外边有什么事儿吧？哎，我在外边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哪儿来的？这个你没必要知道。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？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不，反正我向你发誓啊，我绝对没有干对不起你，或者是对不起咱这家庭的事儿。啊，你说这在生意场上，那就是有的时候啊，男男女女的，这不就是逢场作戏吗？的确，有的时候我累的时候，也是需要别人来照顾我的。对吧？但是我跟他之间绝对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事儿，这个信任咱们之间总是会有的吧？你是说这都是误会，这是巧合，恰好被拍到了是吧？不，你看呀，这环境啊，这是我承包那个酒店，每天进进出出男男女女多少人呀？加起班来那就是不分日不分夜的，对吧？你说有这么个女的在我房间里拍了这样的照片，你不能把这脏水都泼我一人头上吧？明天我就把他辞了。文晨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承受了这么多。于海，你以为你把黄小姐辞退了，我们就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还像以前一样生活吗？我说文晨，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的老婆，我承认我错了，好吧？我错了，我自己膨胀，我爱慕虚荣，我有的时候我甚至享受身边有这么个人，但是我改啊，我以我的健康发誓，我于海是有底线的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是有底线的，你身体没有出轨，你只是精神上开了一个小差，你是这个意思吧？于翰，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根本就不在乎，你也不要试图来挽回这段婚姻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咱就非得离这个婚呢？反正以前你不这样，你都是顾全大局的，你很懂事儿，你离婚，你总得为孩子、为老人考虑一下吧？我就是之前太懂事了，太顾全大局了。我一直委曲求全，我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生活？我就必须以于太太的身份来生活吗？我不想要这个身份了，我想做回陈婉珍。别，婉珍，婉珍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咱们俩在一起生活10年了，孩子现在只有8岁，对吧？我每天在外边忙，
家完全交给了你，你就是我的顶梁柱，我的所有，啊，我的家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一切，咱们都是绑定在一起的。是我现在忙，我很少回家，你不要认为这样咱俩之间的情感就淡了啊！你别因为这个咱俩就离好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因为妈妈这点？但是咱俩之间总有互相的这个责任吧？感情是感情，婚姻是婚姻。我跟你说的是婚姻的事情，我不想困在和你的这段婚姻里了。我想离开。不是，那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要离开你就离开啊？再说了，你离开我之后，你怎么生活呀？于海，你是不是怕我分走你的钱啊？不，我怕你，我怕你什么呀？我自己能挣钱，我即使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，我净身出户，我依然能够东山再起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不怕董事会和股东吗？不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和律师已经商量了，离婚协议如果你签，我只拿走房产跟积蓄，我放弃公司的股份和增值的部分，公司还是你的，你的股东、你的投资人都可以放心。如果不签，咱们就法院见，你自己掂量吧。